建置一个比较绿能、比较好的机房，那可以建置到180柜的机柜的数量，那正好符合我们台塑企业全球发展那个的所需要。在这介绍当中，我们寻找了一个在国内业界相当有经验的台达电来帮我们规划、帮我们设计、来帮我们建置。那 PUE 从 1.85 已经降到1.5 以下，算是我们的绿能机房也达标了，那也对我们的环保有尽一点心力，是非常感谢台达电能够帮我们建置这个绿色绿能的机房。